打个上路试试，就这样就行，我觉得就这样点吧，粑粑人儿，强攻应该也可以，强攻应该也行。多少个房子？我房子可多了。这皮肤出了吗？哎呦！谢谢低鱼最帅蓝林汉，用个皮肤看一看啊！来，来吧。这就进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第一把居然没有人秒，哎呦我，不容易呀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呀！嗯哼。这手机咋这么慢呢？现在手机坏了，感觉有点儿。这手机，对面的杰新皮肤，我们家的派克也新皮肤，这个叫不知道这叫什么玩意儿了。没有打野，俺们家没打野呀，没事儿。俺们家怎么能没打野呢？那为啥没有人打野呀？带个惩戒呀！你这咋？哎呀，这家伙。稍等一下啊！Welcome to Summoner's Rift。30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. 这猴打野的。随便打，没事，帮他打一打，帮打野。试一下啃 Q 加二猴哥。咋的了？傻逼了？叮。这英雄组啥呀？这咋这么暗呢？感觉。My folks keep telling me to settle down. Not my style. 我看这 Q 是干啥啊？远程英雄啊！这是远程英雄啊？那为啥有刀砍的呢？啊，近战刀砍，远程 Q 是干啥的？Q，这 Q 是什么意思？这是？耶，这啥意思啊？这是，
这E好像是个突进吧？不，这什么呀？这是。 我操，这英雄有近战跟远程，挺奇特呀，这玩意儿。啊，我要是近战，我就是啪一个甩。这 W 技能干什么的 ？E 呢？E是突进。哦，明白了，biu一下，这也没biu着人啊，这。 这大招怎么用啊？三秒钟冷却。哎呦，老几，彪！哎呦，我操，有点疼啊这。哎，这不是能挡技能吗？我记着，这咋没挡呢？ 主 Q 吧，应该是主 Q 要我说。咱现在这没有技能，先等一等。我这怎么回事？这点炎效果改了，点炎。彪！这英雄玩的这不得劲儿啊，这呵呵不太得劲儿啊，这。 这先出啥呀？出西兰刀啊！我先来个这个吧，这先来个这个。这E技能没人还不行啊，E技能没，哎，其实还行吧，挺简单的。 Q 技能就是biu一枪，近战就是拿刀甩一下子 ，W 技能就是亚索封墙，E 就是小突进就完事了。哎呀。 行了，差不多了。嘿 ，Siri， 移除省电模式。好的，已打开低电量模式。这屏幕效果咋这么暗呢？比如。 哦，哎，真的，这咋怎么这么暗呢？我这看着啊。好，我差不多也明白了。E Q 耳链，这 E Q 耳链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这叫远程英雄，你跟我玩，致命点炎。好。 我这 A 连击了，好，我有大招了啊！黑玫瑰将再次战，这家伙这还是不太熟悉，要不然这小丑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小子还搁这卡线，还挺，哎呀，还挺膈应人，这小丑，哎呀，还挺膈应人。 这家伙，大招得 S 评分才能给用，大招得打连击。这家伙，我帮这猴打一个。哎呦我操，这个 EQ 连招是什么意思啊？ 啊，挡技能，我给你一枪。哎，这 Q 技能吸的有点快呀，而且这姐好猥琐呀，插个眼儿。哎呦，我操，好疼！ 好疼！哇，这一个 EQ 打这么多血，
got a few vices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可以挡他 Q 技能。你真的好猥琐啊，你能不能给我打一架？你怎么猥琐成这个样子啊？我到现在还没放过 R 呢。我能秒他不？我觉得能，六秒、五秒、四秒，我们试试啊！我试试能不能秒他。三、二。哇哇，这什么呀？哎呀！哎，他怎么死的？哎，他是怎么死的？哦，这个 E 穿人就只要在行进范围，这 E 就能穿着人，一穿着人那人那个人就死了，明白了吧？他比齐亚娜的 E 还厉害点。这英雄我觉得不打厉害，说实话我觉得他不太厉害。这也就只能是个 ADC 了，说实话了，这打个上路不咋地儿，不太行事儿。这个 E 技能的这个突进距离稍微是有点近。呀，这 Q 技能冷却时间这么短啊！比如，哎，比如，我操，这个扣，比如，哎，这个扣有点膈应人了，这个扣两秒一个，就一直比如，完了，哎，这个扣有点厉害，我用我大招我都没放过，放一个试试。小丑有点讨厌了，小丑，这小丑确实是挺讨厌，还是个 AP 小丑。加油啊，兄弟们！比如，哎，这个比如有点厉害。砍 Q 二可以扔金币，那扔金币能把自己金币给扔没呀？我扔了呀。给你比如一枪，再给你比如一枪，我扔一个，这也没扔，我心能把自己金币给扔出去呢。太猥琐了，这姐。我应该死不了，我感觉。
不过还挺脆的啊，确实挺脆的，有点走进草丛的。我们有 W， 应该不怕他。我们这个 W 技能可以挡他的技能。让我别问一枪。这不对劲儿，这也。我想一抠的，没想到他抠出来了。这没啥了，这不应该，有点稍微有点卡、哦、卡了。砍 Q 加二可以给对面一个金币，嘿嘿嘿，给他金币干啥呀？当卧底呀、啊、哎，这 ADC 应该能挺猛，伤害应该还是挺可观的。他太猥琐了，他根本他就不补刀，这人家我就慢慢比如他吧，我这小团长，我发现这小丑有点讨厌了啊，有点不要脸了，这小丑他妈的他来几回了，欺负俺们家没打野是吧，欺负俺们家猴没带惩戒，行，给我守下他。没完没了了，你这小丑还，我去下路没事，咱们家是少个人还怎么回事啊？飞机，不飞机吗？这小方块是谁呀？两个小方块呢？我单杀一块亚索，我看看能不能行啊？说好的单杀呀，这么老些个人呢，你说是这俩连体婴可挺猛啊，至今为止我就用出来过一回大，哎呦我石头人，可以石头人，跑得有点慢，我们来一首攻速海，这第一盘啊、哦、我这稍微不是那么很厉害玩的，等我熟悉一把可能就好了，我单杀个劫吧。你们能不能别叫人了，俺俩就干一下子，你也别跑，你他妈的打个测试服像个分奴似的，操你哥了，真是人呢，这这也抠不着人啊，这啥玩意儿呢，快跑猴，快跑，这枷锁不进了，这可不行啊，这我别如，我操，347，哎呀真累呀、啊、看来他不可以像一个战士一样往人家脸上冲，你知道吧，
他突进距离有点近，一冲吧就死了，不行，不能往上冲，你知道吧？他得慢慢的搁后边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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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你知道？比如到一定程度了，别人过来切的，啪一走 E 过来，开个大招黑玫瑰，先biu别人。这亚索怎么的呀？这亚索。我呀，哎，他这个一 Q 连招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我没明白呀，这是什么原理？啥意思？这是？可以杀我，比如他我大放出来了，兄弟们，就是这左一绝非是有点厉害，这小子应该是不打卡，我估计应该是个美国人。哎呀，来个暴击，哎，下个无尽 Q 能暴击不？好菜呀，你他妈的，你200元只给我玩个新英雄玩不菜的，这家伙等我熟悉一把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这么猛啊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薛飞是明白怎么玩了。哎呀，还能一眼儿呢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呦，还能一眼儿呢，这玩意儿了。不能啊，那刚才一啥了？刚才就是一的眼儿，一自己人吗？还能一自己家小兵呢？早说呀，谁知道能自一自己家人啊？这我以为只能一对面的人呢，我这是突进距离是有点近的，这啊！哎呀，我无敌了，兄弟们！比如，比如，这咋又干上了呢？没事啊，问题不大，我来了。我操，太猛了，这我这身上冒火了，这我这平 A 得了，在这儿等着，可以，这真是无敌了，这回确实无敌了，我看看这出点啥装备啊，没蓝了，所以要吸蓝刀吗？带错了，应该带七定神钱好了，蓝不带够用，有点怎么的，要火炮啊，这英雄啊，火炮别介了吧，这把这么多刺客不出个绿叉，
被动攻击击飞单位可以直接位移过去。我是怎么天上有那个飞起来的东西呢？要像亚索接大似的，我寻思这我也接不了啊。我先让龙打他们，来，怎么死了呢？这兄弟们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！这两个小子拆家了。瞎鸡巴烂吧，反正也不知道怎么玩。哎呀，瞎按吧。小兵，小兵，可以。哇！水银四袋，他怎么死的？小龙俺们可以拿了呀！来来来来来，把小龙拿了。这在这美彻服玩 ADC 不合适，你知道吧？他走 A 不流畅。我这波一打二，大家有意见没？想按吧，嗨，无所谓了。把这大招一顿乱甩，哎呀，打大龙，来来来来，是不能打一手大龙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好像。应该能挺猛啊，这英雄挺靠操作的呀。大龙好像打不了，反正大招好了我就摁吧，转圈。龙谁的呀？啊，对面的龙。那俺们家可能要完呢，这。不过俺们家这阵容是挺猛的。哎，我看那击飞的人，我右键点也没飞过去啊。为啥突突了两枪啊？给我干的！哎，先把亚索杀了，不行，对，把他杀了，走走走走走，把亚索杀了，去找亚索去。兄弟们，我无了，快点守基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俺们家这石头人没来呢，这终究还是搞一地区呀，少一波基地吧。
我人没了，我进场，我起了一下给我秒了。别往前冲，千万别往前冲啊！一定要这个克制住自己的这个意志了，不要往前冲，明白吧？这就只是个 ADC。千万别往前冲啊！啊！怎么停下来？啥路破了，兄弟们？哎，这谁家亚索啊？怎么的，你要一打五啊，给我干他。飞机别死啊，飞机不能死。好，把大龙打了，垂死挣扎一波。来，大龙，把大龙打了。下路其实不用守，这英雄不太适合在美侧服玩，不够飘逸，你知道吧？像这种远程 ADC 必须得没延迟玩，你知道吗？有延迟玩不了。快点去帮忙打去，打不完了。在卡里，我怎么7-13了呢？哎，我是不是都不应该近身E上去？我就应该在后边点人，对不对？我就都不应该放技能，我就应该点别儿，我不应该往上E。我老想着这他妈是个近战英雄，这是个刺客。回家俺们出无尽，对，俺们就应该在后边点别儿。来人了，俺们一走，保命为主，别往前冲。一会儿啊，俺们就在后边点人。对，你得普通攻击，别儿。对面龙魂了，家伙。这咋整啊？这纯刮痧呀！这队友死没了。不过我这种玩法是没问题的。来，下把我们再来一把，我差不多明白到底怎么玩了。这由于这个粑粑人太幼了，我所以这个我们这把稍微有点刮痧。他装备挺好的，不过他对打他肯定打不过我，你知道吧？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，就是别人如果被击飞了，然后这个出现了亚索的那个技能，我应该摁哪个键呢？再来一把，兄弟们。